全国哈啊，所有的好朋友啊，所有的选手了哈啊，在这里呢，我先代表北港超联工哈啊董监事会，欢迎大家哈啊来北港来参加这个赛事哈啊，当然你来这哈，会长来哈，会还是今仔日哈啊，跟介绍天光嘞啊，我希望嘞啊马祖鹏哈怕海峡之节了哈啊那。维护吼，因为时间的问题咧，咧拼成绩吼，反头吼，啊，去叫马祖无看看吼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祝福吼，大家拢有好成绩啦吼，啊，搁一摆欢迎大家，让大家嗨跑出吼好成绩，跑出健康，走出健康。大家沿路咧走，沿路咧行的时阵，北港有真侪文化的元素，嘛欢迎大家用民大乡过来欣赏一下。再次感谢大家来到北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米阿猴吼，让大家还是有这种路跑运动家的精神。好，我就祝福今天的运动，今天的大家呢，都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一天吼。那跑步呢，要事先要有暖身操，那有也不要勉强。那听说沿路有吃吃喝喝啦吼，还有今天的所有的奖品都物超所值。好，预祝大家，预祝这个活动呢顺利成功。Thank you.